心脏快要爆炸了！明明跟我在一起，为什么一直聊别的家伙？现在只要看着我，别理那家伙。小宋，其实我不是你认识的车东主，我是孔秀昌。你不要再交友了，快点回来好吗？该不会是我一厢情愿吧？我警告过你了，你敢再靠近这女人，我不会放过你。你现在到底在跟谁说话？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 五郎戏剧台12月11日晚间9点，《我的神鬼搭档》。